我又来干饭啦。先来一口米饭，今天老公做的把子肉还有黄瓜凉拌的，小虾炒韭菜。我来份肉，你吃点韭菜就行。今天第一天进家，先给我吃点韭菜吧。说几遍。这肉好吃。路过的家人们可以点点红心，点点关注，谢谢你们啊。是凉拌配汁。你吃煎饼。那个煎饼。爸爸，那个玩具那个卡。我这还有出没吃啥的都没有。好吃吧？好吃，你下了。这里边呢？不去。不去啊？那这里边还有。